可以，那个是青蛙不可以。那是蟾蜍啊，蟾蜍它会不会吞毒液啊？是，我现在怎么把它弄出去？放到院外去好了，在院对，放在院子外面。那我拿个花铲吗？那它怎么弄啊？我不敢弄它，我只要挡住猫猫就行。去吧，去吧，我们护送你，我一路护送你去。嘿嘿嘿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哎呀，可以，它跳回来了。熊熊，我们进去。好，把猫都收走就好了。小宝宝。